最近当村长啊，真的很忙，每天呢三餐啊都不一定时间什么时候吃。我手上啊现在在做的就是啊，我在冲泡这个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，它双效认证哦，最重要它是台湾制造。喝了这个之后，它有效可以降低胆固醇，调节免疫力，而且最重要里面还是100%的全粒大麦片，里面啊无糖无香料，让你健康呢又无负担。每一颗燕麦啊都是完整的，不是碎末哦。喝下去就让你元气满满，非常有饱足感。哇！看，后面四个伙伴们啊，现在都已经大概8个小时没有吃饭了。朋友们，你们还有力气吗？有吗？有，怎么了？我要喝国家认证的啊！ OK 啊，国家认证，完全无负担，这个非常适合我们。哇，这真的很香嘞！这一打开就直接喝。对，因为我在冲泡的过程当中，它已经涂给了。不用太多了，赶快喝一喝啦！村长要找我们要上工了啦！怎么样？没办法，很香啊。